竹北天后宫，欢迎我们的竹北天后宫，谢谢你们，谢谢。竹北天后宫，欢迎委员，副总理委员，好，各位直属委员人员来，来跟咱表情参拜。谢谢，谢谢我们竹北天后宫所有的工作人员、执事人、副主任委员、调副主任委员。感谢感谢，辛苦，谢谢谢谢。来，都来辛苦啊。台湾就来今仔，杏林棒球主委波特进行庆祝活动。是。No!
生活日日活日，对，现在来的看到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土地公爷爷，来最亲近的村里长，对，先生名是，其实南高考参考他过程中啊，现在在北部比较都市化的这边呢，比较少看到，会有偷的，还有偷的习惯，在中南部呢，农业大县或重点的人们啊，对土地公的信仰非常的有，就像我那边，因为我是我老家在美浓，我那边每年都会有一个土地公会把当地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公请到一个地方去祭祀。有竹编的，对，还有这种就
较重。对啊，如果有些像我们看过有些神将是连头的部分是用纸糊加上竹编的，神将就会比较轻。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类别的神将，等一下应该会看到，好，就是周仓将军，对哦，还有关平太子这一类的战甲，哦这一类的战神啊，他们的战甲就很重，嗯，一般来说会到达70公斤，哇，一个人扛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旧咖会去做神将的展演。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庙会文化的？其实庙会文化从小一直都有在看，对啊，但是呢，真的开始工作遇到一些难题。拜拜，记得拜庙会。这些工作人员现在现场管理的观众会不会很辛苦？对，没想到当 T 杯跑方位顶头开始行的时候，咱头就停啊！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妈祖，妈祖保佑，老雕护孙啊，风雨免潮，出门是福啊！在这个板桥地区啊，让这个跟地公背啊商量一下，商量一下，等一下，先让盛世圆满呢，我们晚上呢再把雨下，因为我们明天29号还有一天的盛世，对。明天在浦东广场哦，持续都有邓丢他的活动，现在也有，但是呢，有发放精美小礼物的部分呢，分别是早上9点、11点、下午1点、下午3点，每个时段都有1000份的精美小礼物会发放到手，限量总是残酷的，赶快提早去排队。然后观众朋友呢，可以来比尔金这边提供哦，做一个柜哦，带回家保平安。现在要跟竹北牛峰牛耍来个酒精排队。而且如果风大的时候，是不是就更有难度？超有难度，你就会整个会往后推。对啊，其实我相信竹北雕翁他们非常有名，在新竹地区风很大，风大有名的风大。上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的精美。
直播的朋友呢，现在到达我们现场的是竹北天后宫的天上圣母。无常无监察及九班兄弟，每位工作人员辛苦了。